放羊。杨成，杨成出车祸了。王瑶，他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？对方司机折了根肋骨，他还好，就是个轻微脑震荡，现在三院观察着呢，要没有后遗症就没大事儿。要不你还是带我去看看他吧。现在他妈在呢，你怎么过去？我怎么介绍？就说是普通同学呗。哪个普通同学非典的时候往医院闯啊？你以为都是秦川的？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我倒没什么。医院里躺着那个才着急呢。到家了吗？刚到。喂，我。我说你是不是得稍微悠着点来啊？不是，这不是乔乔有紧急情况吗？那再紧急，人家也是有男朋友的人。就你们那小杨，不是我说啊，电话都不接，指得上他吗？就算他知道了，他会去陪乔乔吗？你怎么就知道别人不会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杨成为了接谢乔，出车祸了，脑震荡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你稍微克制点吧，不说了，拜拜。我要是能克制，不就踏踏实实在外国待着了吗？你们俩没吵架吧？你难不成还会觉得我吃你醋啊？不是，我这不看你有点不高兴吗？你和秦川是发小，那我和杨成也是世交。我看他受伤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本来是杨成带给你的。谢谢啊。你要不要上去坐会儿，喝杯水什么的？不了，我还去医院看一眼呢。哎，那一会儿要是杨成妈妈走了，你告诉我一声，我给打一电话。好。我知道杨成不是那种能让人有安全感的男朋友，但他这次为了你受的伤。你知道他最讨厌这种轰轰烈烈的狗血剧情，也算这辈子头一回了。那蛋白粉每天吃一勺，对牛奶里也是增强免疫力的。你给我的太多了，我替我家里人谢谢你。你在哪个病房？我明儿去看看你吧。不用了，又没什么大事。现在医院又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你别往这跑了。昨儿一宿也担惊受怕的，早点休息吧啊。嗯，拜拜。知道医院不是什么好地儿，你就非一趟趟折腾我来。你这不是自己人吗？那我也真没想到你还能做到这份上啊！非典期间，为了接被封在学校的女朋友，自己开车追尾被撞成脑震荡。嗯。也算是你这情史里可歌可泣的一笔了。那谢乔的事儿我能不管吗？她可是我女朋友，我总不能在秦川那儿跌份儿吧？行，也算是有长进，知道女朋友的事儿要管，也算是学会责任了啊。你可千万别跟我说这俩字儿，我现在听着就瘆得慌。
但我没说，所以我也没办法，只能全交代了呗。说就说了呗。哎，我妈听说你受伤了，和我奶奶去超市买了好多东西，非让我拎着明儿去看你。你在哪个病房啊？我下午去方便吗？我今天回家了。哦，那我去公寓找你。不是，我爸妈家。你来吧。不是，你家里人都在，这不太好吧？我可以跟我爸妈说你是我的女朋友啊，那有什么的？就这样吧，我明天让司机去接你。哦。这是我们家王阿姨，来坐。啊，换鞋啊。嗯，谢谢您。不谢。进去吧。谢谢阿姨，我自己来吧。没事，你坐着。您这个丝巾系的可真好看。好看什么呀？就是用来遮丑的。你是杨成同学。啊，哦，但我们不是一个系的。妈，她是我女朋友。谢谢你来看杨晨啊，他难得带同学回来。茶我给你们泡好了，你们好好玩。谢谢阿姨，阿姨再见。你笑什么呀？你这反应也太搞笑了，小时候没去过同学家玩啊？那不一样。我这不是第一次以女朋友的身份见别人家长吗？多见几次不就好了？哎，我刚说你妈戴那个丝巾，她是不是不高兴嫌我多嘴了呀？没有，她说的是实话。她割过腕，用那个遮伤口。什么？我小时候，他们俩离过婚，还挺厉害的。为什么呀？性格不合吧。那他们是别人介绍的吗？不是，我妈呢是搞艺术的。我妈那时候很崇拜我爸，所以两个人很快就结婚了。但后来发现，崇拜和爱根本组成不了完美的婚姻。我妈热爱文艺。我爸热衷工作，所以两个人根本就没什么可谈的。那是缺少沟通。只要都还爱着对方，那总会好起来的呀。
现在不就都过去了吗？那只是平衡的结果。你真以为什么都可以用爱解决？我妈爱我爸，爱得用各种方式去吸引他的注意，甚至是在手腕上拉一刀，那也是爱。你受得了吗？那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。所以我讨厌以爱之名的所有东西。两个人走得长远，不一定是爱不爱，而是舒不舒服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不是挺好的吗？杨成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但是我已经知道了，关于爱情，我们的答案并不一样。我妈都没想到我上大学随便开个店居然能赚钱，要这么下去的话，我叔叔再有地儿咱就能开连锁了。嗯，那你心不在焉呢？喜欢他，所以想陪着他，看着他，听他说话，看见别人在他身边心里是难受，可就算再难受还是忍不住想离他近点。我算是没救了。是啊，谁让你喜欢自己好朋友呢？来，莹莹，这是你的专用杯子，阿姨记着呢。谢谢阿姨。对了，之前听你妈妈说准备让你去剑桥的，怎么也改到布鲁内尔大学了？还是觉得剑桥压力大了点儿，而且没人照应。倒是，你跟贝贝在一起，我们心里都放心些。也就是你在，我还能喊杨成一个小名儿。这要是平时家里来电话，我喊他贝贝，他都不高兴。他这人就是爱面子。以后到国外，你帮我多看着点他啊。我哪看得住他呀？再说了，他有女朋友了，上次来家里您不是见着了吗？现在有人看着了，这100个不是最后一个都白搭。